谢谢林婷人分享。鱼尾狮晚上今天为了看丽丽，我三点才去上班。啊、哦，辛苦了，谢谢你 ，Thank you。Hello 东影欢迎 ，Hello 家树，老公欢迎，不准偷看欢迎，九蛋欢迎，逍遥欢迎，古 Google 欢迎，亲爱的黑中午好，中午好。吃午餐了吗 ？Hello， 叶雨凡，欢迎。可爱吗？今天的妆容是有点水蜜桃红，还没吃？怎么还没吃呢？为什么还没吃？这么，我虽然也还没吃，但我还不饿，等等吃。嗨嗨，桃瓦哥，吃过了，丽丽也吃过了，还没吃。恩姐妹欢迎，妹妹呢？阿贵仔欢迎，卡丘二号欢迎。Hello， 贵仔，中午好。哎呦喂呀，欢迎，刚起床。OK， 祖祖问你昨天是忘看他没有？我昨天晚上有出门，然后忘记看他的直播，因为手机快没电。幻影战士欢迎，今天也很可爱，谢谢庭人大贪欢迎，傅伟欢迎，中午好，卢卡乐欢迎。太红了吗？今天来点不一样，今天就是一种妆容也红，然后腮红也红，眼妆也红，这样。红A 欢迎，谢谢林庭人的 love。Thank you， 浓眉欢迎。全部人赌你昨晚不会来啊、因为我其实知道要看，只是我手机没电，我人在外面，然后我借行充没有人借我，所以我就没办法看。都很美，谢谢轩轩，全红的力。嘴巴很红，把它擦掉。Hello 零三零，欢迎，我昨天也一直等。Sorry， 妹看你直播，你说妹妹在看我直播吗？她没在睡觉。Hello 雨坤，不是天翔雨，欢迎一点，欢迎瑞，端午节欢迎，公公欢迎。谢谢亚麻路普的乐。谢谢。Hello， 北原神推欢迎。中午好，爱心龙欢迎，阿哲欢迎，中午好。谢谢哎呀喂呀的乐，别问欢迎，再一小时应该就睡。啊、哦，可爱哦，沙皮哥，呜呜，嗡嗡嗡。谢谢加速。哎呦呀 ，Hello， 鲁嘎苏啊！啊，好可怜，没有人接你行踪。对啊，他们都没电，然后所以我就想说算了。他都大概在三点多睡啊，妹妹。好想你。哦，嘉言欢迎，没关系，现在能看就好，谢谢你。狗狗是狗狗，刚刚是狗狗。Hello CHIH 欢迎，口红好红啊，今天走一个人间水蜜桃口红，没有，就是网络上推的口红，然后我就擦擦看，没想到这么红，但我觉得就是水水的，然后就还蛮好看的，就很适合我今天的衣服，所以我今天就把自己也画得很红，腮红也画得很红。有了吗？有吗？好看吗？太红了吗？太红了，把它擦掉一点。
红就显白啊。你们今天现在都在干嘛？你们现在都在干嘛才对？现在都在干嘛？上班、上课、偷看、偷听，是吧？上班中哦，辛苦了。等上班看莉莉直播，我知道林婷儿，你刚刚有跟我说，你今天改到三点上班。Hello， 保护队，一凯欢迎，安安啦，保护队，以乔家俊瑶欢迎，打完三十天 CH 等你直播 ，CHALLENG 是什么游戏吗？还是什么？看不懂是什么。每次下午都有你们，真幸福。然后听了这些好听的音乐，心仪欢迎，柠檬欢迎，谢谢牛桶花，平台欢迎，俊宇午安啊！又翘课了吗？晚熊妹妹，她是偷看手机，她不是翘课，我们别说她是翘课好吗 ？Hello， 娇娇 ，CHAR，Hello， 娇娇。CHAR 今天口红是烈不是啦，就是今天的口红是，等一下哦，等我一下。等我一下。我去拿东西，等一下。阿丽晚上都比较没空，对啊，因为晚上要去运动，所以我都是早上直播。然后有时候晚上有事情，然后所以我都把事情排在下午晚上，就是大概五六点没有太阳的时候。Hello， 无名神腿欢迎 ，C，Hello， 抱歉，我刚刚不在。
现在回来了。话说你有回公司了吗？有收到我寄给你的信吗？还没耶，希望可以赶快收到好吗？假设谢谢你，慕容欢迎， QQ 欢迎，擦旗欢迎，山口加红欢迎，小陈欢迎，加油欢迎，加盐欢迎，魔侠欢迎，夜魔侠欢迎，耐心等待 ，sorry， 阿里回来了，阿米欢迎，卢小小欢迎，我当然把时间花在我想要做的事情，就是看姐姐直播，谢谢晚熊妹妹，我很开心的跟你们聊天，因为你们都很愿意来陪我来看我，不管是在你们上班时间，真的是很贴心，谢谢你们，阿米谢谢你的玫瑰，哇哈哈欢迎。啊，奶冻卷杀手欢迎，琼瑶的琼逼欢迎，啊，小维欢迎，代代欢迎，寻找食物吗？没错，刚去拿食物。台客欢迎，阿里 ，Hello， 阿如欢迎，人豪 ，Hello， 日文 ，Hello， 我要打十个欢迎，啊，西西吗？欢迎，阿当欢迎，啊，母羊座欢迎，草莓酱欢迎，今天也是一个很草莓酱的样子，口红。衣服，捏泥巴欢迎，晚上天天欢迎，只看一下欢迎，小猪耳朵欢迎，蠢蠢欢迎，企鹅欢迎 ，LIAN 欢迎 ，SHU 欢迎，赵继凡欢迎，明君欢迎，中午直播我应该都可以看到，谢谢林庭仁，明君欢迎，丁绿枝欢迎，好，我以后。我有时候其实会排12点或10点直播。膝盖半小叶欢迎，丁绿枝欢迎，小维早安啊，安安啊贝，昨天怎么没有去找苍井？我忘记了，我忘记跟大家说，我昨天因为我在外面，人在外面，然后我手机快没电了，我知道要看那个时间要看，但是我手机快没电了。玉安欢迎，台客欢迎。看欢迎2点和10点，偶尔会2点或10点，之前不是会有10点吗？之前 ，Hello 小千欢迎，莎莎安安啊，安安欢迎浪客四五一六六四一欢迎微欢迎，中午好，谢谢浪客四五一六六四一的玫瑰跟油桶花，10点我也可以 ，OK 没问题，谢谢油桶花浪客 ，Jamie 欢迎，今天晚上8点等你。8点为什么要等我？猪猪在是不是？哇，迪丽热巴好正！坤坤欢迎，谢谢保护队的分享。猪猪有播今天晚上吗？我觉得就是很长，我都是晚上的时候出门运动或者什么，然后就是，对我都把时间排在晚上练舞也是。半双欢迎，说错是长颈鹿他的。今天晚上只有祖祖开播 ，OK。今天丽丽脸红红的，外面可能很热，没有啊，我今天故意画很红。今天是很热情的丽丽，好吗？你哥欢迎，小易欢迎。萱萱，谢谢你的 kiss to me。但是老师都说晚上空气不好，不要出门。但是我就是去健身房啊，有时候去练舞啊，或者是切啊，谢谢你的油桶花，或者是去运动。我不是去室内空，就是我去那种球场打球啊，或者是。剪刀石头布，谢谢你哥。Hello 小易 ，Hello 欢迎 ，Hello 北泉叶真欢迎，耶、yeah, ！我成为最强新人王了，谢谢大家。季风亮欢迎，说什么？我都早上睡觉，晚上一条，跟我差不多，没有啦，看一下，我早上就是
就偶尔拍直播啊，然后或是偶尔去忙家里的东西。Hello， 小朋友林小朋友，我昨天有晚上有去看其他成员，他好像叫长颈鹿，很有趣。他叫原子猪，他叫我兄弟，他是我兄弟。我要跟他道歉，我就忘记去，没有，不是忘记，是我没点的嘛，就是去找他。今天一定要去找他，我今天真的一定要去找他，去他的直播台玩。Hello， 比利戴意欢迎。Hello， 弟欢迎，子萱欢迎。谢谢 D 的油桶花。昨天老师带我去看，昨天老师带我们去看长颈鹿，动物园吗？你昨天去动物园玩了？阿力过了生日变年轻，一定要的。我不要变老，昆虫再次欢迎。他昨天哭了，调皮的造谣。他在干嘛哭？要装年轻，知道吗？等到老了就真的不能装年轻了，真的老了，就像阿公阿嬷的时候，老公公老婆婆的时候就不能装年轻了，怎么装都装不下了。心态可以永远保持，但其实阿公阿嬷的心智都超可，就是跟他们讲话或聊天都很好玩。阿公阿嬷，谢谢家树的四叶草，对，我今年满18岁。昨天去校外教学开心啊，玩得开心就好。你怎样我都爱，谢谢家树，你的低霜好可爱，谢谢你。其实是因为我要吃东西了，所以就把头发绑起来，但是老了只能装家呀，真的。我今天吃乌龙面。哦，拒绝。明年你也刚满18是吗？我说哦，你说我吗？对，我永远的18，谢谢你们。等到我真的有老的那一天的时候，我才真的是那个时候的岁数。现在还可以年轻的时候是永远都是18岁，心智永远都是18岁，永远18的阿里和某某年和某某的和某某前辈同年龄，对，一定要的啊。安姐妹，你要确定，你几个小孩了？你要确定你还是18岁？18岁好恐怖，听说会遇到坏人。不会啦，不要打扮就不会。心智不是3岁吗？吃什么？今天吃乌龙面，最喜欢的乌龙面。天君欢迎。啊，我们真有默契，林庭人。Kimmy bye，谢。谢谢子萱啊、哦，可爱吗？子萱低马尾可爱吗？今天也忙。谢谢玫瑰战士、昆虫战士。如果姐姐是眼泪，那我就不会哭。我不想失去姐姐。谢谢浣熊妹妹，我也不想失去一个这么可爱的浣熊妹妹。恩姐妹，你不要抱我，你几个孩子？我跟你讲，阿丹欢迎你也18岁吗，阿当？那我们真是 Kimmy bye， 来一起吃。国树欢迎，你好李玲吗？都喜欢吃乌龙面，真的吗？李玲也喜欢。机长，国树午安，林萌，谢谢你的贵族玫瑰。我14年前也是18呢，你干嘛讲出你年龄呢？天啊！我吃乌龙面喜欢刚刚那样吃。我前几年也是18，这个屁！
好了，我们一起都当，啊不是，我们一起十八岁，好不好？永远都十八岁，好吗？保护对你好，你好认真哦，很棒哎，真的是很棒哎，是咖喱乌龙面吗？不是，是。锅烧乌龙面，但我有加辣，所以它黄黄的，红红黄黄。姐姐因为十八岁或是更年轻，谢谢朗声妹妹。姐姐在你心目中就是永远最年轻的一个，因为我姐在我心目中也是，不管她生了几个孩子，或是她多老，但她还是我心目中那个姐姐，永远最年轻的姐姐。草莓风，欢迎。哇，小维跟婉熊妹妹今天要去图书馆哦，真棒！我觉得我以前很佩服那种读书很认真的人。我是一个很爱玩的人，所以我的爱玩是就是我都喜欢去咖啡厅，根本不是看书，就是跟朋友聊天、打屁、玩游戏呢。原来如此，可惜没有同款。没事，我只是个路人。欢迎娇娇，娇娇在上班吗？娇娇。怎么进进出出的、啊、是不是在忙？但还是谢谢你还有来看我。拜拜萱萱，加油，辛苦了，赶快去忙。阿丽只是比我大， OK， 没问题，因为我是姐姐嘛，比你们大是很正常的，我跟人好小朋友，我接受，还是好好享受青春的好。没错，以前就很喜欢跟朋友一起出去玩，走！我绝对不会说我去图书馆是去蹲马桶的。为什么？刚骑车要去休息吃饭 ，OK？ 好，赶快休息好吗？赶快吃饭，我们一起吃饭好吗？我现在也在吃，一起吃。果然是哈罗王，哎，对啊，脑袋都是用在别的地方，用在别的小聪明上，脑袋从来不会用在读书跟课本的上面。你知道吗？哎呀，好好做人就好了嘛。我最近脑袋都在用，都是用在想阿丽的，很棒，很棒，这我喜欢。我也不爱念书，喂，我该去吃乌龙面，一起吃，一起吃。一起吃乌龙面。图书馆的厕所舒服，但也不是这样的吧，很多地方的厕所都蛮舒服的吧。我们老师要检讨排这个，谢谢本丸的带我去流浪，谢谢本丸，本丸午安。我们老师要检讨排这个时间跟其实这样的时间，晚上什么意思？已经是高三的时候，我现在也不会去图书馆了。好吃呀，好吃。谢谢本丸的新之冠。Hello， 嘉贤，欢迎。熊欢迎，好吃，杨熊午安，吃泡面，不要常吃泡面哦，偶尔吃可以。
嘉贤欢迎，吃慢点，我吃很慢啊，但他其实我是可以很我其实很能忍热这件事情。看一下你们说什么。图书馆有卖牛肉面，只是吃的时候要哦，真的、哦、好酷哦！吃慢点啊！午安啊，杨雄。保护队是选的油桶花，刚刚看到一坨绿色，还以为是史莱姆，不是，是青菜，是我最爱的青菜。谢谢保护队的油桶花。Hello， 边缘人欢迎，酒店欢迎，谢谢分享直播，阿萨克特欢迎。姐姐你那家有牛肉面，哇你们也太酷了吧，我十年没吃泡面了哦，很棒哦，哎呦喂呀很棒。据我上次吃应该也是前几个月的事吧。 Hello 小人物欢迎。哼，骗我，晚熊妹妹坏坏，很好，尽量少吃，没错。看起来你吃得很热的样子，不会啊。你知道我很能忍热的人，我夏天我还喜欢吃锅，你知道吗？爱你哦，六月新小倩，欢迎。而且我每次跳完舞，我也是，就是流汗特别的。不发达汗腺，那奥利怕什么？也不怕哎、欸，就是以前小时候很爱美，就是太爱美。然后冬天的时候，过年的时候，就是要穿得漂漂亮亮。然后我就喜欢穿裙子。然后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就会说，或是阿公阿妈就说你不会冷啊这样子。然后就说不会啊，然后就开始跑来跑去。我其实我觉得腿，我敢露腿，但是。冬天的时候就只敢露腿，就不会冷，但如果穿短袖就冷。然后夏天的时候我骑摩托车，我可以从桃园骑到台北，然后我可以一直穿着外套，一直穿着外套也不会流汗。我真的觉得我妆也不会花，我真的觉得我的汗腺不发达。每次跳完舞在那，我每次去我们家附近的就是练舞室，然后它是没有冷气的，它只有电风扇，而且真的是它很热，那一间教室很热，我可以在里面待整个下午到晚上。所以就是是优势，没错是优势，就是可能以前就习惯了，所以就是优势啊、哦，不容易散热呢。但是我就是可能我其实比较瘦一点，所以对我来说不会，就是不会很热，因为通常比较肉一点的人会比较容易热，对，是吧？因为我爸爸他是比较肉的人，然后他很喜欢吹冷气，他吹冷气吹到哇，我真的觉得他发疯了，他就是每天都需要冷气。神奇的女生。身体够着，真的。拜拜林庭人，上班加油，辛苦你了。姐姐你从桃园骑单车到台北吗？不是，是骑摩托车，不是骑单车。骑单车我会疯掉，因为我是一个很怕晒黑的人，所以我没办法接受我骑单车从桃园骑到台北，没办法，我应该晒黑了。我喜欢骑摩托车，因为我觉得很舒服。我一年可以环岛个两三次、三四次之类的，跟我姐姐。我们偶尔会心血来潮，可能骑摩托车从桃园骑到宜兰再回，酷吧？很喜欢骑摩托车。法兰克欢迎，没有这几天有。每天开，明天就没有了。到拉拉山哦，真的好厉害！我每次看到路，就是我每次回山上的时候，看到路上骑单车的人，我都会觉得很厉害。骑车，对啊，我很喜欢，真的，我很喜欢环岛，环岛摩托车没错。
我都已经满18岁以上了，我当然会骑车，每天骑70到80公里的路过。郑立伟，欢迎！我上上礼拜凌晨2点多从台中骑到台北，哇，好恐怖，好危险，太危险了，晚上我就不太敢。立，欢迎！哇，骑到板桥，哇，骑单车，那我没办法。讲到骑单车，我是没办法。Hello， 俊宏，欢迎！哇，不年轻了，我这个年纪。其实是骑摩托车的年纪，应该也是可以开车的年纪。Hello， EP， 欢迎姐姐。适合待在沙漠，没有水的地方叫沙漠。我没办法，没有水的地方，我没办法在沙漠生存，因为没有水，我会发疯。你知道我一天可以把这一罐喝完吗？所以我没办法没有水。脂肪降温暖。乳蛇，欢迎！吃辣的时候也不会流汗吗？不会啊，我现在没有开冷气，我只开电风扇。然后我现在在吃辣，还在喝汤，完全不会很热。所以说我还这么激动的跟你们讲话，所以就代表其实我是一个很不怕热也不怕冷的。对，没错。哦，因为可能我小时候都在山上长大，所以其实体质就是从小就是在山上跑来跑去啊，就是可能那时候就训练出了一个很奇怪的体质。以前住在山上的时候，冬天了，因为阿公阿妈他们都要种菜什么的，然后他们只能把我放在旁边，明明很冷，然后我还可以在那边流着鼻涕一直玩，跑来跑去的。谢谢娇娇的心心相印。那安利搭飞机会不会辛苦？不能带那么大瓶的水？不会啊。我目前为止没有去过很远的地方，所以还可以。就去过韩国，跟有去从搭飞机从桃园到高雄吗？还是哪里？但是没有到很远的地方。一方，这罐还算小罐，但是就是我可以喝2000cc 这样，因为我很喜欢喝水。妈妈咪呀，欢迎浪客45661，欢迎给你兄弟载啊！哦，对啊，他都会开车载我，偶尔会载我。我现在只会滑直排轮，没关系。以前你那个年纪，我也差不多就是玩直排轮啊，骑单车啊，还年轻啦。就这么白没有，但其实我很喜欢防晒，我一直在擦防晒。我出去玩的时候，我还会带阳伞。你可以问雨林前辈，因为他们之前在路上遇见我，然后他就说，哦。你还带阳，我就说你们就知道我这么白了吧，我都会带雨伞什么，他们都不带，然后就我自己带，然后他们就会跟我一起撑。为什么小文？为什么妈妈不让你骑摩托车？阿侯欢迎，载你吗？你马上出镜，阿鲁。但其实我载人，我会害怕，因为毕竟。安全你也要为别人着想，所以呢，因为骑摩托车又没办法系安全带什么，其实我是还蛮害怕骑摩托车载别人。你载阿丽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，如果有一天你在开计程车载到我，我也觉得哇。其实我刚刚重点是浣熊妹妹，你很会耶。上班拜拜，加油，辛苦你啦！加油，上班加油加油。OK， 冬天偶尔会下雪吧？我们拉拉山班没有，但是有一次，在前几年吧，有下雪，你知道吗？超美的。本丸之前的心之怪，种菜太阳出来的时候应该是很热，非常热。所以以前不管，因为以前小时候是阿公阿妈照顾，所以冬天夏天都是在外面，所以可能习惯了那个，因为我又很好动的一个人，可能习惯了那个天气，所以就不会怕。韩国直达，桃园直达韩国，对，山口嘉宏欢迎。T O M 欢迎，阳伞很重要，没错。
遮起来。你好，我是广东的于雪莉，欢迎 POA 欢迎。妈妈说骑车危险很危险，大工作就好，没错啊，但会尽量不要骑是最好。但为什么我会喜欢骑车，是因为我都骑慢慢骑，然后看路边的风景啊，然后吹吹凉风啊，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米卡莎欢迎。我看姐姐直播也是要撑伞，因为姐姐的光轮太耀眼啦，耶、yeah! 是我的衣服太亮了。继续忙，拜拜。哎呦喂呀，拜拜，辛苦了，加油。姑娘你知不知道潘静小朋友什么时候直播？你帮我，你问他们，你问我的他们的现在这些人，他们应该会回复你，因为我自己直播每次都忘记是什么时候，所以他们应该会回答你。不然你可以上官网 AKB48TeenTV 的官网，然后查询有直播表，那边都会可以看看风景，停下来看，不要边骑边看。我知道，没有，我就停下来然后去拍照，看到美的天空我就拍下来。谢谢你阿哲关心我，谢谢你，北极星欢迎，以乐欢迎，外送仔看台中，晚上九点，你看水果教主说晚上九点，要去看呢 ，TOM， 我小喵欢迎，哎，我吃蛋蛋，我吃蛋蛋，我喜欢吃蛋，人家都说一天不能吃太多蛋，我都吃超多蛋。饮料欢迎，我不会把自己种到田里面。是姐姐的好朋友吗？知莹前辈是我的团，就是我其实很少跟前辈说，我们不算好朋友，但是我们是一个好伙伴，因为他是 TV Band Le Paso 的电吉 A 贝斯手，对，所以就是。因为团体，所以才有认识，才有聊天。因为我是一个害羞的人。潘静前辈也是，对，是仓鼠前辈。Hello， 嘉阳欢迎，易凯欢迎，午安啊，思源。对啊，吃两粒蛋差不多，但我都吃超多。哦，娃娃音很可爱哦。对，志颖前辈的声音很可爱，超级可爱。谢谢一凯分享，加油，好。你是二期生吗？你应该自称晚辈。哦，对，我是二期生。哦，我们公司都是叫前辈，就是叫。就是一起生的前辈，我们都叫前辈们。我一天六颗蛋，哦，跟我差不多。阿鲁，耶、yeah, ，难怪你是我的小朋友。夏雪欢迎，子萱欢迎。姐姐电脑课要结束，我要不能看了，好难过。没事，要好好上课，有重播啊。没事，心里与你同在。上课要加油哦，小维。姐姐爱你们。是大好朋友，没错。这样游玩的时候，仓鼠长颈鹿好多动物园，好多动物，对，其实是动物园。我还在上课，子萱，哇，有重播吗？要去哪看？你上 YouTube 查 AKB48 Teen TV 直播就会有。田中弟弟王欢迎。好好吃啊 ！Hello， 笑脸欢迎，中午好。还有熊，对，熊妹前辈，谢谢企鹅的告白气球，谢谢。好，小薇拜拜。哦，他可能更新会比较慢，我不知道，所以你可能晚一点再看吧。好，有推荐其他成员吗？我下次看姐姐，你可以看
原子族兄弟，然后都可以看。我觉得你去 AKB48 Teen TV 官网看，你想看哪个成员就打哪个名字，他们就是有直播时间，你就可以看。对，你想看的话去找找看。还有女王峰哦，还有林姐前辈，他们的下面的人他们会推荐你，因为你问我的话我会直接讲全部的人，所以讲不完你自己去查。丽丽你们都直播半小时吗？没有，我今天直播两个小时。长颈鹿兄弟笔记，没错，一个半。没有，我今天直播两个小时多。还有吗？真多动物。已经成年了，莉莉成年，只是心智是还是未成年？左手欢迎，谢谢滴滴王的心心相印，谢谢你，谢谢加速的乐。我三岁，对，你们最年轻啦。听过加蛋吗？加蛋是什么意思？今天打扮比较装年轻，七龙珠孙悟空欢迎。但我很开心我自己长这样，就是希望可以永远都这么年轻，永远都像初中生面孔，希望可以这样。Luca Love 欢迎，就是要好好保养。谢谢滴滴王的心心相印，阿丽永远年轻，谢谢保护队，有你们我永远年轻，你们是我的药。永远年轻的解药，我有想吃我最喜欢吃的贡丸。来看创造2020的第二次公演舞台，好正啊！我要来看正面。哇，好漂亮哦！这是谁啊？妙静欧，好漂亮哦！你们有看创造2020吗？我现在又在看别，就是看节目，选秀节目。推荐你们去看，好看，很多美女。哇，好漂亮啊！这个是什么？欧蕾呢？试试看。草莓酱，你们有没有去看创造营2020？没有人理我。好正，
没有看啊，佳佳你有看啊？你看谁？空白欢迎，里面好多好，上课没看，谁不理你打球？老干输啊！台湾也能看《创造幺零》，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行？就是可以上网搜寻那个腾讯什么的，可以看啊，我都会看。我已经把《青春有你》看完了，《青春有你二》看完。自从看了阿丽以来，觉得自己对于美女的眼光越来越高了。没有，真的超多美女了。看完之后，我一直在想到底要看谁呢？哦，因为都很棒。你都是看哪一种？就是唱歌、舞蹈还是跳舞？哦，因为我都会去关注选秀节目的，因为可以看每个人。其实我为什么要看？是我不是因为我想去参加或是什么，我是觉得有的时候你可以向别人学习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你在上面你就可以看哪个人很棒，哪个人很好，你就会想要去关注那个人，然后你就会把他当一个榜样去学习。然后再来就是他们每一个人有他们的故事，然后我都会去看，然后有时候我觉得就是会激励到每一个人，所以我偶尔都会去看，我常常去看。刘雨昕，我超喜欢看她跳舞的，她真的很赞，我超喜欢看她跳舞的。有，我知道有 TSH 的，我当然有看啊，因为青春有你二跟青春有你二跟创造营2020都有 TSH 的，我都有去看。跳舞的看比较多哦，原来喜欢看跳舞，跟我一样。其实我虽然很喜欢唱歌，但我每次看选秀节目，我都是会先看跳舞最厉害的人。子萱，谢谢你的医用口罩。因为创造2020有留念前辈，对，对啊，我就会很常 SNH 包天，我就会看徐佳琪啊，或者是宋欣然他们，然后孙珍妮什么的，我都有看，我都知道他们，所以我都会去看。阿林欢迎，小易欢迎。哦，有些人不一样，我就是无聊，就是我不是无聊，就是会想去研究每一件事情。我喜欢的沈莹和刘念分别参加这两个节目，没错，沈莹前辈跟刘念，对，我知道，我也要看。对啊，我有时候也是就看我们就是 TeenSH 的部分。没事，偶尔看看美女，偶尔看看他们这么努力，当然就是要给他们一点，因为相信我给他们一点加油打气，投个票他们也会觉得很开心，就像你们也会为我加油打气那个样子，我就觉得人就是互相。阿顺欢迎。错过一次要上班是没关系，下次可以见到的。可是有男人婆的哦，男人婆哦，你是说刘雨昕吗？他真的是酷妹，很帅，我很喜欢。柳钱，谢谢你的柠檬，他会唱歌又会跳舞，真的是拿第一名，真的是给他一个赞。TSH 的说略。图公演也就要来了，哇，期待吗？大家期待。柳橙，谢谢你的蜂蜜水。林凡，赵，对啊，他们都是比较像男生的女孩子，我觉得这就是有个性，就是他们有他们属于他们自己心里面想做的样子，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虽然我不排斥这个，但是我觉得我是看他们的努力，就是每一个人都努力，我就是不管他是怎么样的人，但我就是很欣赏每一个人做事情的态度。像刘雨昕就是很认真的一个人，然后林凡就是啊，我很少看他，但是他我觉得他长得很漂亮，五官眼睛大大的，
陆克兰也是一个努力型的人，刘梦是，我记得他就是抖音，印象中就是抖音的一个很夯的一个网络红人，所以就是偶尔会看。阿丽这礼拜怎么会想开三天？因为想见你们三天，连续见三天，因为太久没有见到大家了。我觉得阿丽也有很多故事，每个人都有很多故事，真的。就是你们也可以跟我分享，你看过《创造101》你有啊，有看过。Team TV 也有，汪汪也没事，哈哈，汪汪在我心里，他是我的宝贝，肌肉宝贝，肌肉男。Hello， 疼欢迎。我呛到。好赞啊！我现在在看那个，因为我那一期没有看到《创造2020》那一期没看到，所以我现在在看他们第二次公演。子萱，拜拜，加油，上课加油哦！谢谢你来看我，喝个水，我在喝了。杨一琪、傻妮和 ABBY，ABBY 是谁？不知道哎。嗯，我知道杨一琪。他有演过终极一班吗？还是终极系列的？我好像有看过。有保护队，你一定有你的故事。假如说你人生中，假如读书的时候你也会遇到一些瓶颈吧，那也是一个故事啊。你怎么撑过来，那也是一个故事。对呀、啊，上个礼拜还没开，所以想大家了。路人颜值的三人组，哪一个？你说谁？那是谁啊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有中文名字吗？我的人生也是超无趣的。没事没事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一个小小故事。我也是太过平淡自己。确定吗？你们追星也是一个故事，你们摸不到他，你也没办法得到他的爱，然后你自己心里觉得哦，没被关心到，那个也是一个故事。所以你们没被关心到，来，姐姐关心你们。没事没事。我需要关心，像小你、娇娇、娇娇最近还好吗？为什么需要关心？你们来看我直播，我就可以陪你们聊天啊。所以没事，空白，谢谢你的看好，你和我没有什么太痛苦的事情。遇见 Alice 可能是人生最高峰啊！谢谢你，我也希望我遇见你们也是我人生最高峰，因为你们把我捧刚刚。虽然不是真的什么很高，但是我觉得你们每次都为我加油打气，就是是一个很我的高峰。那我应该很强，十月才能看到你，没关系，我永远嫉妒你十月，嫉妒你十月才会来看我，因为你一直说。哦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不知道那个是谁，没有，我好像没有注意。小馒头，欢迎玲玲儿，谢谢分享。生日前那个哦。怎么啦？那你还好吗，娇娇？你现在好多了吗？有伤口什么都还可以吧？是可以走路吧？但你刚刚说你骑车，那应该是安全的吧？对吧？没事，秀秀。世界无限欢迎，娇真的很可爱。哈哈，我没说。每天的能量吗？那我能量都被你们抢光了。你现在是研究生，我现在是研究生，
5月30日，娇娇生日快乐！是跟我差两滴，差很近哦。滴滴王欢迎。骑车要小心啊，娇娇。哇哦，哇哦，太的高音好听哦。有听到吗？好好听哦。亚麻老虎欢迎，差两天，对，差两天。啊、哦，谢谢你 ，T O N， 对，有人这样说过。沈阳欢迎，姑姑欢迎。好厉害啊！看跳舞好。全阳欢迎，抱歉，我的中餐吃的比较慢，太认真吃东西。我现在来看 dancer 组，你有看那个倩姐姐吗？有啊，我是导师，以前很常看他们的那个团体 FX。 哇哦，哇哦，这舞台最近有时会看日剧，真的啊，学日文吗？哇，好帅啊，这首歌很帅。对不起，我在我的世界 ，sorry。赶紧把我的面吃完，因为有点冷掉了。带个可爱的花生。好像在客厅跟着阿丽一起看电视的感觉，真棒！我很爱一次把剧看完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都会等。Like a river。Hello， 草天椒欢迎，小杰欢迎。你在吃棍？没有，我在吃乌龙面，我的午餐。快吃完了！哇哦！对呀，所以我很喜欢吃日。我想吃乌龙面，我超级喜欢。Hello， 建元小弟弟，欢迎。看一下。We'll be right back.
哇哦，安姐妹你又来了，妹妹睡觉了没？好厉害啊！刚那个那首歌真的是很厉害。嗯，我吃完了。看，为什么是咸的？因为看，不只是水，也有你流失的电解质。我不喜欢看他们表演，我只喜欢看你跳舞。你有看过我跳舞吗？我很少跳舞。喝舒跑。来个冰。我也是咸的。要喝舒跑哦。等我一下，我去洗手，还有漱口，刷牙一下，漱口啦。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哎，我的那个嘞，卫生纸。暴力特区欢迎，证明不约妹子。回来了，哈喽6106，欢迎陈诗源前辈，陈诗源陈诗雅前辈，双胞胎吗？对呀、啊，是的，他们是双胞胎的。海豚欢迎。那就知道他们是双胞胎。之前我没有人跟我讲，但我觉得一看就是知道，应该就是，因为真的太像了，就是真的像，就是同一个爸妈出场。您欢迎，超品涵前辈也跟他们像吗？但不是吧？应该不是，不是姐妹吧？长得漂亮的人都很像，同个妈妈出场的吧，哈哈哈！我跟我妈也是，超像，我跟我妈妈超像。身材不像，对，身材不像。我跟我妈身材不像，我跟我姐身材更像。要不要解答？亲爱的，欢迎。有什么好呢？
谢谢最爱阿丽的娇娇的 kiss to me， 祝欢迎。我爷爷也是，你爷爷也是吗？还是什么？双胞胎哥哥，谢谢你的油桶花。说真的，长得很像，我觉得刚放 KTV 时七七前辈跟羽毛很像哦，因为他们脸很瘦，就是眼睛又大大的，真的有点像。你这么说，好像真的有点像。怎么你真人跟你的公司照不像啊？很多人都怎么？那你知道说啊，可能有时候每个人拍摄角度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就是照片跟本人还是有误差的，懂吗？我刚刚想说怎么没声音，还是音响停，音乐停了，因为他们在跳舞，我想说等一下，都好看，谢谢佳佳化妆的关系吧。也有可能就是拍摄跟化妆就是不一样，因为我自己就是自己化的，然后公司有时候会有公司化的妆。谢谢保护队，谢谢阿如，你们不要只夸奖我好吗？不知道为什么一开始就搞混他们两个，我就本来Hello， 星星欢迎呀！我生我姐前40公斤，身后体重开始飞上升。生你姐哦，你说妈妈吗？妈妈最辛苦，叙述事实不算是夸奖。哎呀，你们怎么那么好啦？奇怪了，那我就把它收下咯，你们说的话我都收下，收进心里。Yeah， 发射是妈妈 ，OK， 妈妈真的很辛苦，妈妈就是要怀着我们，然后啊，那真的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。我们那么重，她没有看，我们没有看过我们自己这么重。Hello， 许贝贝，欢迎，谢谢傅伟的心心相印，不准偷看，欢迎，浪克四五一六六四一，欢迎，王子狗狗，欢迎。等一下，Hello VAG， 欢迎亲爱的天，欢迎回来。刚刚有一点拖，就是觉得不想减肥而已。对，妈妈不想减肥，像我姐就是生太多孩子，她没办法减肥。等下我真的会被我姐骂。现在是姐姐，就是因为她要顾孩子啊，教育孩子，所以她没有时间减肥。她都要累死了，她还要减肥。没有差。也是啊，都已经有老公了，老公也有小孩了，当然身材没有差了。懂我老人感是怎么想的？我姐姐不是小薰，如果是的话多好啊！我家姐姐可真的会骂我。Hello 091330，欢迎。但我姐更漂亮。我表姐生完半年才瘦回50公斤左右，哎，那也很厉害。刚吃太咸，刚吃咸的就想吃甜的。干嘛在这边遮脸啊，姐妹？我说还是我姐是很漂亮的、啊，50我觉得还好，因为我有胖过到50过。凭什么？10岁可以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
然我没有问，但是之前前辈很多前辈刚进来的时候好像都很年轻啊，十几十二十三有吧，应该是，我不知道。午安啊，北原神推。哇哦，谢谢油桶花。那我就要叫我姐的小女儿来报名，如果十岁可以来的话。你也是十二十三吗？没有，我二十一，我二十岁进来，我才刚进来而已啊。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可以还可以收这么老的。小奥是谁？不是十八吗？不是，同意报名，没错。如果十岁，我们家如果十岁可以进来，我就叫我家小朋友进来。我们家很多小妹妹颜值都特别高，等他们长大，叫他们跟我一起进来，叫他们进来跟我一起。十一到二十四吗？是吗？我不太知道哎。哦，十一岁那应该可以。哦，其实我也有一点晚了，但因为我之前是有去过韩国当，就是想在韩国当练习生，但其实我这个时就是这个年纪去，真的是一定会被人家懊恼，太老了。哦，谢谢，年纪大一点再进圈，对，心智成熟一点。但也不是说年纪小就，就是我自己机会太慢了，就是我自己没有把握机会，小时候不知道，小时候还在玩。你可以啊，结婚的还可以吗？我帮你问公司。北原神推欢迎您，欢迎。哦，太小都直接淘汰，因为有的时候嘛，可能工作什么的，就是到很晚吧，那个年龄，他们公司也会需要为他们着想吧。哦，真的吗？前辈是哦，好吗？那最后应该都就是成功进入吧，应该还是顺利的吧，成功的吧。是没错，当然是年纪越小，但是因为小时候我不知道啊，小时候我家里没有多的那个资金可以帮助我，就是以前就是够读书而已啦，就是只要吃饱就可以了，如果还要从小培养的话，可能就是可能没有这么样的经济，就是对，不然我之前是很想去韩国的。嗯，每个地方都不同。嗨嗨布丁粉，就像当过兵，出社会工作再回学校念书，只有比较知道自己要什么。哦，对，没错没错，小时候还在流鼻涕呢。对啊，我小时候还在流鼻涕。努力跟珍惜这份工作比较重要，别想太多。没事的 OK， 谢谢。对，没错，就是要这样想，努力跟珍惜，就是把这件事做好，努力的往前，真的比较重要。因为这也是一个工作的经历，虽然到久了毕业之后可能没有什么，但是至少你有把这个时间留给，就是这段时间留给自己的梦想，是好事。小奥就是奥真奈美哦，前辈嘛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小樱花，最知道就是小樱花。哦，我会多去看别人的。小太想当偶像，牺牲的东西太多了。对啊，课业什么的。但是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啊。就像
像韩国也很多从小就是，谢谢加速，我会的加速。人生已经很黑暗，我现在在这边啦，不要黑暗。小丸子的爷爷曾经也是很强的，那也是曾经，真的。对不起，我手机事故 ，sorry， 吓到你们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手机刚事故了，到哪就是真的，到哪都是其实都是危险的，大家都要保护好自己咯。事故 ，sorry， 抱歉。吓到，对不起，水果架子 ，sorry。在看什么？在看《创造2020》的舞台表演。刚发生了什么事吗？应该没裂掉吧？你看啊，等下我的小朋友们又吓到了，对不起。我不怕肥啊，因为我都有在运动，我很尽情的运动。我等下直播结束，我就要去练舞。我每天的行程几乎就是早上我就是吃特别多，然后先忙家里的事情，结束之后呢，有偶尔就直播。然后那个声音太吵了，对不起。然后直播完就是会开始排我的运动，先练舞。练可能从，假如说我等下3点多4点结束直播，我就会5点到8点就是练舞的时间，8点到10点就是游泳，然后晚餐就吃水果，然后就睡觉。所以现在是我吃的时间，所以我必须得加油吃，你们懂意思吗？就是要吃很多，因为我等一下要耗尽所有体力。对，很正常。大家应该也是吧，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吃咸，然后之后我就是一定要吃甜点。我有一个甜点的味，隐形的风儿，欢迎。都是练 AKB 的舞蹈吗？对，没错。但是偶尔我会想要练别的舞蹈舞风，我就会自己练。然后 AKB 的舞蹈是最主要，就是因为一定得练，因为我们现在都有演出啊什么的，然后都要练习，所以就是想要自己雕好自己的动作跟记好所有舞步，所以我会一直练，每天都会排练舞的时间。但也是因为我喜欢动。谢谢海豚的油桶花，下
香香欢迎。Hello Kevin 欢迎，尝试别种武功没错，就是类似 Stacy。还有什么帅气，还有什么棒棒，谢谢 N 姐妹。对，有1000多首歌，什么风格都有，没错。对 ，AKB48， 风恋的歌都有很多风格，但是我现在公司练的我就已经头要爆炸了，所以没办法练别的。但是因为我喜欢听有些歌，我就会想去学那首歌的舞蹈。你喜欢踢球吗？我很喜欢看世足杯，以前。Aki 欢迎，罗兰欢迎 ，Sashi 先不要 ，Sashi 先不要，阿丽不要练习过度就好，不会，我觉得，因为我喜欢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不会觉得很辛苦。No limit 都还没练，对啊，那当然没有练啊，只是就是我自己就是想学别的，就这样。但是因为 AKB48 的歌，我们 TTV 我们瞎学的所有歌曲，但我其实想学其他的歌，是因为有些舞我觉得很好看，然后我就会学。假如说 AKB 我看到有些歌很厉害，我也会想先学。多练多练对上节目也有帮助，对未来都有帮助。对啊，变成新人的欢迎都是有帮助的，我多练唱歌我也是有帮助的，就是对，就是都有帮助，对自己有帮助的事情怎么会不做呢？对不对？反正你随便放个音乐，我在那边随便乱跳，我也觉得开心。阿七欢迎你，棒棒，谢谢安姐妹。Michael 的歌好，鸟叔好 ，SJ 的歌好，都好。加油，我们一起加油。Michael 的歌好难呐、哦。你说那个滑步吗？好帅。我应该学不来。没问题，加速，答应你们，好吗 ？Love you。花纹，谢谢玲玲啊。Hello 玉超，欢迎。上可以教你抽筋，应该是盐吧，盐可以教我抽筋哦，对对，上可以教我抽筋。他的舞蹈真的是聆听人欢迎，没有啦，那是我们家小朋友就是随便跳舞，然后我们就是叫抽筋舞，就是好笑的啦，就是在开玩笑的。谢谢家树，真的吗？那很棒哎！我的兄弟喜欢长颈鹿，是我让他爱上长颈鹿，是你们让他爱上长颈鹿才对，因为是大家取的。脚什么？脚可以抹点油。好，谢谢你阿哲。午安，那玉超，丽丽，我刚才被通知4点上班，我在外面困了一下。所以你还没上班哦？那你怎么不来看我？没有啦，没有啦。但是你骑车要小心，你骑车吧，辛苦你老林挺人。主短马甲真的变成超轻，
你说他昨天直播的衣服吗？他昨天是穿一个黄色的背心。这样我们没有，他最好不要穿黄色，因为他就会更像那个。目前休息可以看一下，谢谢你准人。我已经直播到一直在吃，我真的是，你们就看我吃吧，我也没办法，我好饿。我刚吃完那个，我没有觉得很棒。陈嘉熙怎么看不到他的直播了？陈嘉熙是谁？好过分啊，林庭仁，他跟你说问号，穿背心更像长裙。对啊，我昨天我回看他的直播，但我没有跟阿丽一起偷偷摸摸叫他长颈鹿的乐趣。他喜欢就好，还怕他生气呢。长颈鹿很可爱啊，怎么了吗？对不对？嘉熙是谁？我也想知道嘉熙是谁。上 Instagram 上查陈嘉熙吗？电脑可以登入那个吗 ？Instagram 吗？可以吗？星星欢迎，有空还不看，太过分了，林庭仁。他说你是说去看卢卡吗？陈嘉熙男的雾哦，你怎么会知道啊？我现在在偷查，看搞不好 IG 上会不会遇见，会看到陈嘉熙。我看一下是哪一个希，希望的希。没有，找不到。啊、哦，一起甄选，我没有看到，看不到。你们有他们的 Instagram 吗？告诉我。没事没事，加速。因为你们他问的话，等于其实你们会回复，对吧？所以你们真贴心，你们都会回复他，爱你们。那你们知道他的 Instagram 也想去看，我喜欢看美女，给我看美女，给我看美女啦！你们是不是现在都去找 Instagram 了？我是说他刚刚记错时间，有空还不来看。哦，哦，哦，丽丽的声，谢谢林庭仁。林庭仁是美女，没错，林庭仁是美女。嘉熙是香港，哦，你就是。
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吼，内幕就是不知道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往好处想就好。人家应该现在过得很好，很棒，好吗？好不好？我们要存着一种人家就是现在很好，我们不要担心任何人，担心我。嘿，今天开到4:30吗？4:30。Hello， 第七声声友会欢迎，哎呦呀欢迎。谁的头天？你是整眉，大家都是整眉。乱客372036欢迎。哦，长得好可爱哦，可爱。哎，我想起一首歌 ，Charlie's。谢谢聆听人的 love， 所以下次直播是下礼拜了，没错。你只看阿丽就好，谢谢加速。Hello CJ 1103，欢迎。我给你们听，我以前心里很悲伤的时候会听这首歌，就是可能自己心里很忧郁的时候听这首歌，就会觉得哦没事了，这样一起听。我最爱阿丽，我知道你最爱我了，因为你的名字是最爱阿丽的娇娇小朋友。谢谢庭人，谢谢你们。77299欢迎，拜拜聆听人，上班加油哦。闲来看一下，谢谢你，哎呦喂呀，就是可以多看一些人。我叫他们去看，他们又不看，陈家树啊，娇娇啊，所以去可以多去看一些美女，让你们也长针眼一下。为什么只有我长？你们也要长吗？开始乱诅咒人。阿丽会韩文吗？以前我看韩剧，然后就会学一学学。看多健康，没错。Barren 欢迎，真的也不讲没看到是真眼，对啊，我长很多真眼，我可以去其他直播间帮你看看有没有遇到他们。好，叫他们去看。好啦，我范随一下，我范随偶像长一下真眼，你可以去看我兄弟啊，加上不是最常去看我兄弟。안녕하세요，卡萨米。卡萨米达是什么？阿拉索阿拉吉，米安内，切拜，普库奇朋友，查朗黑，还有什么？언니查朗黑，还有什么？反正就是他们韩国有时候我会听单字，就是会念会学单字。今天看到阿丽，感觉身体变年轻，变轻了，哪有吗？阿丽先学日文比较实在，没错。但是因为我以前从小看韩剧看到大，所以我
会记住一些韩国的单字，但是日文因为从小可能没有习惯去看，所以我现在慢慢在记，但是是有难度的，需要时间。就像我从以前看韩剧，我记起这么才一点点的单字，我就需要时间，所以日语也是需要一下时间。小游欢迎，你兄弟是谁？原子竹，欧巴。小鱿鱼欢迎，祖祖不能令我长真眼物，为什么？他可以，他超正。某话术吧来，六个数，你在讲太阳主语，其实是傻浪黑，都可以啦。真的吗？保护队，来帮你抱抱你，谢谢你，没事没事。压力走，学会中文就好了啦，反正可以跟你们说话就好，对吧？能学日文当然是好，但是我觉得要加油。有泰雅族耶，有啊，他是泰雅族，他是坚实枪的。小游谢谢你的了，小游在上班吗？现在休息时间吧。手艳树发赖，手艳树吧来，我忘了什么意思，要问我姐。穷逼欢迎，你下午放假刚好可以看到我。你打字，你每天打字都可以这样子撩我，你对我说话你会害羞是不是？哦，真的喜欢你竹笋。哦，可是我有问过我阿嬷，就是是用书法赖，就是喜欢，我喜欢你嘛，对不对？耶、yeah, 小游可以看，太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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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要听一下 IU 的新歌。没事啊，没事，家属。嗯，娇娇快不能看了，没事。给你射手、嗯、是两边念起来会不一样，有哦，是吗？那是自学的，很累，没事没事没关系。宜兰的也不一样，我姐姐嫁到宜兰。风雨怎样？哦哦哦 ！Hello， 嘉宏，哈哈猪欢迎。台中也是啊、哦，反正就是会有不一样啊，有点时间就可以看。Hello， 卡丘二号。卡丘二号，这是卡丘人吗？卡丘本人吗？宜兰的口音跟日本差不多，真的吗？2045岁抬头的阿努纳奇欢迎。原来是欢迎你，卡丘二号，就是卷舌啊，跟喉音比较多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我知道啊，我是原住民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电脑打字比较方便，真的。我听说阿美族长辈的日文都很厉害，真的吗？我是不知道啦，但是我以前阿嬷他们都会日文，不是就是阿咒那类的。
你爸吗？你爸吗？哦，原来是你爸。哦嗨哟，卷舌跟喉音不就变成大乳腔了吗？就是不知道怎么念，但是就是他们有一个口音，就是可能含住的那种感觉吧。这不是嘛？这不是嘛？跟你说我不是大润，我口音说话就是这样啊，很平常的。因为我的阿嬷是我外公在娶的，阿嬷是大陆人，是福州吗？还是哪里？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他是大陆的人，然后每次都会听阿嬷说话，就是讲话是这样子，就像菲律宾一样。哦，福建啊，哦，福建，对，福建是福建。谢谢你哈，恩姐妹，手环欢迎。反正我在阿丽族语其实不怎么样，真的啊，我不怎么样，真的不怎么样。因为我从小不是在山上，就是阿公阿嬷，我觉得我们现在年轻人真的是不怎么说族语，因为都已经来到都市，然后就是都是在说中文啊，不会说什么原住民语，除非看到老人家听他们讲会大概知道，但是不会念，我们都会只会听但不会念。尤其是那种，尤其是阿公阿嬷骂人的那种话，我们最懂，我们最知道。啊，开始阿公阿嬷在讲主语骂人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先跑。就是从小在外面读书，没错。对，我也是，我也是。什么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的梦，什么类似那种，然后还有什么什么瓦斯什么瓦赖尔还是什么，就是要打人怎么讲，忘突然忘记，但是就是。骂人的是最多，就是只要会骂人的，我们就是都知道怎么讲。以前因为阿公阿嬷来打我们的时候，他们就是可能会骂，对，不顾一树兰，类似那种，很好笑。因为我姐姐他们有时候也会讲，表姐他们在玩，阿公阿嬷都会说。什么刷什么这什么 lucky 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就开始要打人了。正常，现在有很多年轻不会说台语啊。对啊，就是类似这样子。熊妹的国语耶，台湾腔很重，结果她台语爆。哦，真的哦。果酱刀哦，对啊，没有在吃那个。酱刚刚它那个粘在上面，要把它填完，不要浪费，不要浪费那个巧克力酱。就是啊，就是可能以前看到就会被说什么。雷棍无度还是什么，就是雷棍无度，就是脑袋有问题的那种人，所以就会这样，就用这种骂人，反正大家也听不懂，就是可能有些人听不懂，他知道我在骂他，但其实我就是在跟他说你脑袋不好的意思。我们不能浪费食物，没错，你知道我是很珍惜食物的人，我都不会浪费。很多台年轻人也一样，只会台语骂人。对啊，好的不学都学坏的。对，骂人的时候才要母语。雅盖赌怒就是对，雅盖赌怒也是一个，就是头脑不好的人的意思，这样，就是会骂人。
小雪莉欢迎。其实你知道为什么要填那么干净吗？等下我丢到垃圾桶，等下会有蚂蚁。你看，等下会有蚂蚁，好好吃啊！幸福哎、欸，我真的很幸福哎、欸，我们都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。想想非洲，啊、哦，好可怜，心疼。我有有钱人的话，我就。捐钱过去，等我赚大钱，等我红了赚大钱，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跟蚂蚁抢食物的阿力，没错，是这个意思。在吃巧克力酱，因为我刚刚用巧克力酱涂那个饼干，然后我不想浪费那个酱，把它吃了。直播直到想睡觉，路人甲欢迎。Forever young, to see you again。我们先助养阿力，让阿力有钱助养小朋友。对，我刚睡到一半，我刚看到一半睡着，哦，好好，我也想睡。Hello， 奶冻卷，你在捐食的亲戚是前三，你在捐食的什么意思？哦，你在捐食的亲戚是前三还是后三？要问我姐。哎，恩姐妹，你还在吗？阿力只要活着，就是一种慈善福利。露一下欢迎。现在不是都可以捐钱吗？然后他们就会写卡片，然后跟你说阿力谢谢你这样子。看阿力还可以助眠，我想睡觉。你看阿力最有精神了，耶、yeah, ！阿力拯救了我。我快睡着。那我再吃饼干，我就不会睡着了，对不对？我再去拿。早两天看面面前辈睡着了，怎么会呢？面面前辈超会说话，越吃越甜越想睡，没有吧？不会啊，我吃就不会想睡觉。Amazing 香香欢迎。呱呱欢迎，可以关播了。不要，我想跟你们聊天到底。我今天是到四点半哎，怎么可以提早关呢？跟你们的时间不能。但是我就是很饿，我现在只有这个是那个苏打饼干，它没有加东西，然后我都会自己加我的巧克力酱。娇娇辛苦啦，你要回去上班了，对不对？你身体要顾好哦，因为你不是车祸吗？你要好好补身体哦。哦，因为我会有甜食，我的肚子里面有个甜食的胃，我的胃有一个甜食胃才对。
可爱滴滴粉是哦，十八岁还在发育合理，没错。巧克力配饼干真好吃，真的。谢谢呱呱的油桶花，谢谢柠檬的油桶花。对啊，会啦，没事的，在五分钟上班，辛苦了，娇娇，辛苦了。油桶花是油桶花吗？我没什么吃过。啦啦啦 ，Me like you do。哥，你刚刚的口音装可爱。我都没工作，所以很闲。真的哦，家树，你真的没在工作？你的工作就是看莉莉直播吗？也生欢迎，下次直播见啊，拜拜，娇娇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啦啦啦啦啦啦，拜拜，娇娇，加油哦，继续找工作中。哦，所以家树现在在找工作，你想做什么行业的？做什么样类型的工作？应该说你上一个是做什么，然后你现在想做什么。拜拜娇娇，辛苦了娇。下个工作不能，不知道能不能看阿丽。为什么？看我什么事？没工作在江当老大老板。哇，真好，杨丽丽。看着阿丽吃饼干，看我也想吃，我们一起吃。你看我就是沾巧克力酱。你又花花阿姨，拜拜四六六一四六六四五一六六四一，拜拜，辛苦你了，加油！只追踪女神主播欢迎，家里没饼干，要库存，真的要库存。要是工作时比较闲忙的话，或是公司比较不允许使用手机，大概只能平日追直播了。我也都差不多平日追，我都平日直播。拜拜，撒尤娜啦，六六四一，辛苦了，今天的阿丽也很美，谢谢你哟。下个工作 UNI 聆听团员 ，OK OK， 让你加入，谢谢。呀，辛苦了，上课累吗？有没有吃的点心呢？因为我以前放学都要吃点心。金佑欢迎，一整天都是小废物，小废物很可爱哦。谢谢分享米哦，金佑谢谢你的油桐花。跟我一样，跟我一样，不能家里不能放太多食物，不然真的不出门。拜拜，尤薇呀，谢谢你哦，老大，你也要加油。拜拜，我不知道什么公司是可以允许看阿丽直播的，应该是都不行。还好我的工作手机随便用哦，真好，阿哲，我以前的工作也是手机随便用，还可以看电影，用电带电脑看电影。嗯，因为工作要好好工作啊，要乖乖工作啊，不可以分心，可以挂听，挂听可以。因为我以前上课也都会偷偷挂听音乐，然后外套，然后头发遮住这样。对，小朋友们自己开一个公司，这样子你们就都可以看阿丽直播了，全部都在看阿丽直播。全体员工一起看直播，加速辛苦你了。所以你现在在找可以看直播的公司，
那你是在直播平台工作？贵仔欢迎你在浪 life 直播平台工作。来这边工作来。要全美都可以看阿林直播。上 B 站看你的回放也是可以的。真的吗？你是说 B 站是哔哩哔哩吗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会有哔哩哔哩？还有粉丝在公司比较大咖，一次拿三台手机都，哇哦，那是老板了吧？阿贵仔欢迎。太夸张，我怕你们会看腻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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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看腻了就不要我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哦，真的啊，这么酷，好有心的大家，徐超欢迎。你要什么？我说不要。哇，好酷哦！那个人真的很有心哎。酷狗欢迎。真的，真的，我之前明明晚上要睡觉，然后就会看一些美食的东西，然后我就很饿，然后要起床吃。我真的也是看别人吃，我也会饿的。打球，去打球，谁不要我去打球？去 PK， 打赢了再来找我，打输的回去，再加油。这样真的能止渴到吗？TV 我觉得可以再战十年，可以战好几百年。Kevin 欢迎，吃水果不会肥吧？没错，那是我晚上吃的东西，不是现在吃的东西。我也是看着看着就饿了，我要去拿零食了。好，一起吃，吃起来。等一下我们一起变胖，拜 AKB 十年也没那么腻啊！啊、哦，真的、哦。好啦。大家都是魅力满满的，让你们不会腻。先出去 miss 哈，原来小游被我影响很大，对不起小游。西元欢迎，卢卡乐欢迎。其实冰淇淋温度这么低，所以没热量可以这样吃，真的吗？难怪我这么喜欢吃冰淇淋。我超爱吃的，据点欢迎。吃饭就吃饭，为什么要叫觅食呢？这就是一种，我们就是可能很常讲的语，就是语术嘛，还是就是很就是开玩笑这样，就是可爱的说法，在我的眼里是可爱的说法。我要去觅食啦，这样。小游欢迎，谢谢你的玫瑰。为什么会没热量？我不知道，他说的。那个老兄说的，我喜欢吃苏打冰淇淋。对，寻找食物的感觉，因为你不确定你要吃什么，先去寻找。
我们也是一种动物，没有看一下，来看一下。冰淇淋都是乳汁的，时间会淡忘一切。欢迎小游，你赶快去吃哦。哦，就是每个国家都会有自己运用的一个常用的语词，对，没事没事。那我们就一起去吃饭吧，一起去觅食吧，一起去找食物吧，这都可以。冰淇淋等于固体的油，我觉得，哎呀，吃什么都会胖啦，所以还是要运动。龙骑士欢迎，可以多喝一些消费饮料。然后就可以减肥，但我都喝水，因为冰淇淋是冰的，不热。瑞瑞欢迎，一阵小丸子欢迎，好嘞，拜拜。对啊，运动量都是特别大的。所以吃的都可以很快消化掉。对不起，我吃个东西也要让你们激怒。Beautiful, so beautiful. 没关系。他是没事的。唱歌好不好？楚人梦纯可能消耗不太多，可能我觉得他现在是发育，现在让他多吃一点，因为他现在还在长大当中。等他真的出社会了，就会有压力的时候呢，真的那时候的身体都会，像我觉得我现在代谢可能。就不知道怎么说哎，就是感觉身体瘦的不健康。虽然我都有运动，可是我觉得我自己瘦的不健康，不是完美的，就是不是好的瘦。有压力吗？没有压力啊，阿力看到你们都没压力，可能是我自己每天把自己排得满满的，蛮累的。Hello， 现在谁在直播？可以告诉我吗？有前辈在直播吗？有别人在直播吗？其实我不知道哎。二级生都，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蛮瘦的。没有哦，就我而已。OK。还想说你们干嘛不去看别人啊？一直跟我聊天。Never let you go。最近很喜欢听这首歌，等一下。Let me love you, let me love you。有其他人也想看阿丽，谁想看阿丽呀？出来，站出来，直接看。感觉大家都很瘦，都没有几个在锻炼，都好像没几个有在锻炼。我也没在锻炼啊，我们肌肉量可能肌肉都隐藏了吧，我是没什么肌肉啦。汪汪可能人不太舒服，汪汪。哦，汪汪可能还好吗？他虽然叫我等一下再，
我等下再私密他，跟他说还好，可能身体不舒服吧。对，五点两个直播，谁？我想知道，我自己上官网查就好了。笨蛋，我真的是笨蛋。这首歌很好听耶，等一下我唱给你们听。等一下我先找等一下的直播有谁。小猪耳朵欢迎，今天六月，今天6月4号，等一下会有5点会有 Mina 前辈跟佳丽前辈，8点就是熊 day。病倒了，辛苦了我的汪汪汪汪，我等一下去给你绣球。哦，有，他昨天在群组有跟我们讲，他不舒服，我早上才看到，原来你们都知道啊。我昨天有关心我的宝贝，每次要多喝水哦。生病了真的很辛苦，就是身边的人都会照顾你，会很辛苦。但是如果没人照顾的话，就惨了。昨天他有去看医生，那他昨天好多了。他昨天是有直播跟你们讲，是不是？嗯，因为这个他可能对这个也是伤害，所以还是好好休息是最好的。嗡嗡没事，嗡嗡是这个。积德不巧，难得不巧。哦，他觉得他应该直播完很累吧，喉咙很痛。原来你们都知道，哦，真的假的？好心疼哦，我的宝贝。去回看他的回播，没有看一下。去看我祖祖的回播。Hello， 冷光，欢迎。我等一下先决定先睡觉，然后再起来练舞，睡一个小时。昨天的直播看一下，我现在在看原子族昨天直播。TV 的李佳丽前辈也教例子，对，48G 有3个例子。好可爱啊！他昨天为什么要穿这样？哇，好性感啊！还在那边吃鸡肉，谢谢宝宝，他们说这样，谢谢宝宝。田之欢迎 ，Hello，Hello 原子族，
爱你。我今天真的要去看你，好不好？我会看你的。阿布玛利亚的外号，丸子也跟 SYT 一样，这是什么？好了，我不要再吃了，我真的是，先把这巧克力舔完。哇，好会跳舞！小丽聪明伶伶俐，好可爱哦！小丽，小丽聪明伶俐。好，我要唱那个我说很好听的歌，都几岁了，陈嘉桦的 Ella 的歌。我要把最后时间唱歌给你们听，让你们有一个美好的一天。等一下就要关播了。对，有撞车的时候，没错。成长，长出月光也遮蔽了希望，谁让眼角塌了一座堤防，你莫都几岁了还仰长不大，真的相信体会秋天会长，感情里面的人来人往，但真心不是有来有往，都几岁了不应该放不下，这一路上有些人该遗忘，幸福不会是红着眼眶，快乐不该是有点牵强，何必牵强。连粉丝名都会叫名字，何况是偶像。没错啊，人们渴望能够自由飞翔，却忘了我们都没有翅膀，你和我没有什么不一样，受了伤也只能够坚强，你们都几岁了还一样长不大，真的相信地会秋天会长，感情里面的人来人往，真心不是有来有往，都几岁了不应该放不下，这一路上有些人该遗忘，幸福不会是红着眼眶，快乐不该是有点逞强，何必勉强。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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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.都几岁了还仰着你呢，真的相信你会就好。下一首
我最近喜欢听那个，因为他本身是 IU 的歌，但他们有翻唱。带着阳光的光与很的贴近。等一下啊，我要唱到副歌。是心动啊，糟糕，眼神躲不掉，像是就想逃逃跑。我与你就好像彗星与地球正在相撞，在这片天蓝色的季节，除了樱花和爱情，还有心动的你。好听到这首歌。见我心动的你，屋檐下摇曳风铃。哦，对面那个男孩正步步走来，让我怎么能够不期待？是心动啊，糟糕，眼神躲不掉，我害羞地逃逃。我与你就好像彗星与地球正在相撞，在这漫天粉色的季节，除了樱花和爱情，还有心动的你。是心动啊，糟糕，眼神躲不掉，啦啦啦啦啦啦啦。还有什么歌好听？拉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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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，真的傻是什么歌？听一下，最近好像都没在练歌了，我练唱歌。真的傻。想一辈子赖在你身旁，可是你的步伐快到我已经追不上，是我脱离你翱翔，愿从你生命决定。我不会唱。我是真的想独占你，不跟谁分享，真的傻，才害你暗淡了光芒。因我是我不够好。我不会唱这首歌啊啊啊！还有什么歌可以听？这是什么？一口甜。爱笑的眼睛，爱笑的眼睛怎么唱？让自己啊、哦，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，是吗？笑的眼睛流过泪，不开的暴风雨。昨天云散去，离不开我才找回自己，那爱笑的眼睛，泪面具，我一定让自己，让自己坚定。我现在看到什么歌，我就在那边唱，因为我觉得太久没唱歌。演员，该不该不怎么唱？啦啦啦的眼就到我，啦啦啦啦啦，
简单点，说话的方式简单点，地心的情绪请忽略。我在乱唱歌词，你要点什么歌，嘉树？在背后你演出的我认识了不见，一个人爱你的人即兴表演，开始实现。你要点什么歌，陈嘉树？我要关了。也可以，也可以，是谁的歌？我先看我会不会唱。什么意思？他要上下次的浪光直播也什么意思？严艺格的。等一下，我先听听看。啊、哦！就算你想放弃也可以，失去也可以，别再步步紧逼，留余地爱只会窒息。就算多难舍的过去，最后还是会过去。我听一次，让我听一次，让我听一次。让梦成真，真的啊，太棒了！恋爱幸运曲那是什么歌？好，认真唱。就算，哎呀，就算你想放弃也可以，失去也可以，别再步步紧逼，不留余地。爱只会窒息，就算多难舍的过去，最后还是会过去。怀念的拥抱和那体谅，用微笑平息。就算你想流泪也可以，任性也可以，别再苦苦压抑。锁上情绪，心会更锋利。就算多难舍的泪滴，最后不让你沉溺。就算一个人，至少还有自己。我真的唱好烂，因为其实我对这首歌不太熟，对不起嘉树，但我还是努力把它唱完。恋爱幸运饼干哦，恋爱幸运饼干，好啊。哒啦哒啦哒，哒啦哒啦哒，哒啦哒啦哒，哒啦哒啦哒 ，Come on， 哒。歌词。世界再大，眼睛只能够看着你，嘿嘿。越来越不易，又是伤心剧情，准备失恋的勇气。耶耶耶，好多真美都感觉越慢慢靠近，就连空气都感觉到有些拥挤。不起眼的花朵，是不是要枯萎自惜？耶耶耶，咖啡店在播放的那首歌曲，好想知道我所有的秘密，跟着节奏翻动了我的手臂，抽屉大脑还保留勇气，
想继续压抑，现在开始了解。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, baby， 赶快还来得及。恋爱这里，饼干代表心意与你，运气概率，简单也乐意放下的命题。嘿嘿嘿，嘿嘿嘿。彩虹会在暴风雨散发那它的美丽，每一次的相遇都会有它存在意义。强烈的预感是我们最后一定可以在一起。好啦，哦，我知道日文的泰文都破1亿8000万，超厉害。Come on, come on, baby， 和我在一起吧。恋爱这里，饼干代表幸运，运气概率，简单也很复杂的谜题。嘿嘿嘿，我相信，张望笑容，好运就会在身边降临。恋爱这里，饼干代表信心，明天自己一定要比今天了不起。嘿嘿嘿。彩虹会在暴风雨后绽放它的美丽，嘿，下雨都会有它存在意义，耶，最后一定可以在一起。噔噔噔噔噔，哇，好了，我要念榜要结束直播喽。大家抢我，要想我咯，从20名开始。爱嘎嘎哒，爱嘎嘎哒，爱嘎嘎哒，爱。20名是浪客4516641，谢�谢你。19名是紫萱，谢谢紫萱。18名是阿卢，谢谢哥哥阿卢。17名是小游，谢谢小游。16名是金耀，谢谢金耀。15名是用户名不能是空白，谢谢你。14名是萱萱，谢谢萱萱。13名是变成新人们，谢谢你变成秀灵眸。12名呢是吴呱呱，谢谢呱呱。11名是傅伟哥，谢谢傅伟哥。10名是娇娇，谢谢娇娇。9名是六月新秀，边缘人欢迎，谢谢你。8名是林庭人，谢谢你林庭人。7名是尼哥，谢谢尼哥。6名是田中滴滴王，谢谢田中滴滴王。6名是柳晨，谢谢柳晨。4名是凛凛的单纯天真可爱保护带，谢谢你。3名是企鹅，谢谢膝盖帮企鹅。2名是本丸，谢谢本丸。1名是加速，谢谢加速，谢谢你们。多么难错过，多么的遗憾，很简单，哎，看看，哎，我喜欢听这首歌。辛苦了，谢谢本丸。哎，本丸怎么回来了？我怎么不知道你回来了？谢谢本丸的 love， 谢谢本丸，辛苦了，保护的，谢谢塔瓦哥，谢谢你，塔瓦哥。哦哦哦，谢谢柠檬，谢谢柳晨，谢谢加速。好了，我要关喽。拜拜。大豆鱼油帮助代谢，叶黄素让你精亮有神，天地合补。